咁當然啦，過咗7月14日好快到8月15日啦。我見到我哋啲網友咧，已經陸陸續續上嚟攞月餅啦，即係訂咗嘅，或者上嚟買月餅啦，因為我哋有陣時會有現貨嘅。咁我都覺得真係有啲壓力嘅今年月餅，因為我係攞咗好多啊，比舊年啊、前年加埋，即係我係比舊年同埋前年嘅數量加埋都仲要攞多咗。OK， 咁就因為點解咧？我對呢個產品好有信心，係同埋我哋年年都唔夠賣，咁睇嚟而家就應該。不用擔心，因為我都賣了60%-70%，但是現在都距離8月15日越來越近，雖然越來越近，如果計心力都還有成足足一個月的，其實 OK， 咁啊有很多朋友就話喂，我想賣了放在我們這裡才行不行，其實本來就沒什麼問題，但我們始終位置有限，我覺得大家如果可以呢，即如果你自己吃的話送給人都不要緊，你買回來拎回去，你不要連埋個盒擺落個冰格度，你拆出嚟一粒粒咧，其實就唔係幾牙位嘅，好細粒嘅啫嘛，啲迷你嗰啲。OK， 咁當然啦，今日係星期四啦。嗯。今日星期四，今日星期三啊。咁我哋梗係要做最後衝刺咧，就係賣廣告。OK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呢一個推銷咧，已經係成咗型啦。其實過去兩日大家有冇留意，我冇乜點講嘅。但係今日阿水王報我條數咧，都係非常好嘅。咁其實咧。我哋喺到星期三咧，其實我哋日本嗰邊接咗單嘅。通常我會點咧？譬如話有人訂十盤海膽，我就會自己預啦，因為我預仲有人今日啦、聽日、後日會訂噶嘛。或者星期六上嚟 walk in， 我就會譬如話25啦咁樣。咁如果最後去唔到咧，其實我就賴嘢。不過次次就冇賴過嘢，咁啊好彩。北海道嘅海膽最後一個禮拜，記住下個禮拜開始加價。呢、這個禮拜係699蚊，下禮拜加幾錢？799都係平嘅，食過就知道。未吃過的就把握機會試一下，之前吃過699的八折那些，其實舐了我是輸給你們的，那些我是輸給你們的。這個海膽我們吃過了，熱刺班只能這樣說，你喜歡吃海膽的朋友，如果本身都喜歡吃海膽，麻煩你試一下這一隻、OK? 而且很大版的，真的抵吃的，一家人呢，即每人有兩都吃幾斤的，好像我們上次都吃不完，硬吃的要、OK? 好，第二件事當然就係竹籠卷啦，咁啊食過我哋竹籠卷嘅朋友咧，我諗都有以千計嘅啦，冇負評，零負評 ，OK。不過我都係建議大家咧，雖然話佢雪咗落雪櫃之後都仍即係擺咗7日之後咧，要雪入冰格，但係雪咗入冰格之後咧，其實都仲 OK 嘅，都仲係 OK， 但係同未雪入冰格咧，就的而且確有個距離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屋企有 teenager 有小朋友嗰啲咧，屌你一晚食曬啦，真係食唔到停口啊！最重要是它沒有粉，全鯛魚真是一流，特別是你現在看不到那個 SC 狗卷，你看不到真的沒有比例，其實很大粒的、OK? 198元、OK? WhatsApp 8481109海膽都是，或者上來我們這裡付錢訂，或者星期六上來碰運氣，不過碰運氣那些呢，就碰到的固然真的有運，碰不到就不要說阿Jo了，因為你碰運氣的，一話明、OK? 再去哇！這個創新高，我不說這個禮拜訂了多少隻，就是越來越受歡迎。為什麼會越來越受歡迎？除了我們吹得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之前吃過的朋友吃過翻尋味，沒錯，就是這一幅照片裡面的石爪八爪魚，來自日本的這幅照片是500至600g， 是我 capture 自這個TVB 還是哪裡的。500至600g 賣多少錢？420元至400元。我現在已經去到成700-800g 一隻，有時成斤一 kilo 啊，賣幾錢啊？388，其實398，我俾多10蚊 discount 你，係個個都話真係好撚正啊！呢一隻八爪魚可以堪以比爾咧，就淨係我哋個老友記威威小食嗰只八爪魚可以比爾一下啫，即係絕代雙驕嚟噶。如果開 party 真係要食下，而且呢一隻嘢咧，佢係熟食嚟噶，因為煮熟咗俾你噶，所以唔食生嘅朋友都可以食到。好，再去。好啦，這個土這個禮拜我不做，雖然它還有，所以我 skip 了它。牡丹蝦都是那句，但我平時也有的，不用特別訂的，吃完先去再去你去反省一下，你人生之中究竟有沒有吃過的蝦好吃的那隻，你自己反省，你不用告訴我 OK， 面對自己的人生你要認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OK。如果你活到今時今日在香港這樣的情況，叫做賺到少少錢，你都不去試一下這一隻蝦，我覺得你是一個人渣，真的，我真心，你這樣都不試一下，你買一公斤咯，不要買兩公斤，再不是買完一公斤看看有沒有網友上來 share 咯，一公斤有16、17、18隻的，
share 咯，用少少錢去試下乜嘢係蝦。唔好同你講話細個啲咩乜咩屌你老母赤米好撚好食啊！屌你老母嗰啲咩花粥，屌你老母，屌你老母食完呢只先講啊！你哋信我一次啦 ，OK？ 再去牛我唔講啊，因為我基本上都賣到冇貨咁滯，搞到日本嗰邊啊，因為日本係接觸我哋 order， 然後先開嗰啲牛嘅，都話咧，哇咁撚犀利嘅香港人好撚犀利啊！點解啊？因為其實喺日本咧，除咗真係啊～真係好有錢啦嚇！咧嗰啲達官貴人之外咧，其實你睇戲都係啦。佢哋話：哇！你今日升職啊，請你去嗰啲鐵板燒食嗰啲頂級牛扒嗰啲係嗰啲好高級嗰啲醫生啊，嗰啲人食嘅。普通日本人係食唔到呢只牛。而家你用少少錢，598蚊，有500g， 6至7塊，好撚大塊㗎，成塊面咁大塊㗎，攤開嘅宮崎牛，攞埋內閣總理大臣想受賞嘅牛，你唔去試下，你對唔對得住你嘅老豆老母？你自己問自己。你不吃牛冇得講。如果你係中意食牛的朋友，你不去試下，你老豆老母生你出嚟嚟做乜撚嘢啊？屌你老母撳住個銀包，而且唔係好貴喎，我哋買得好平喎。所有食過嘅網友翻嚟食都話，你真係買得平。佢出邊嘅卜卜唔好講人哋咩名啦，完全冇得比，梗係冇得比。就算喺 A5 入邊都有分噶，大佬。再去夾吞翅，我而家有現貨啦，嗱唔多，應該有10多盎嗱。這個呢我等我Ikawa TV 他們應該試了條片發來，我播了條片的時候呢先再說，小孩子最天真無邪的，我沒有給錢他還要給錢買，你只看他的樣子就知道好不好吃，老實說怎會不好吃呢，找最漂亮的頂甲，找高湯會員，他另一方面會員的刺或者清片刺，屌你劏開隻甲去骨，屌你咪執啲清片刺落嘅甲度，然後再用高湯回，你聽見都西撚味啦，然後仲要屌你咪黏撚翻，即係縫翻只甲，淨係啲功夫手工，係嘛？好，再去。當然最重要就係呢一個推介，點解咁特別慾緊咧？雖然我都賣得個銷情好好，不過早一日賣曬就早一日安心，即係始終都係seasonal嘅嘢啊嘛。嗯。但係我同大家講，如果大家真係真心中意十六年嘅話，其實就算過咗season。你放在個冰櫃度一樣可以放一年半載，隨時拎出嚟啊！我屋企就係咁，我老婆、我仔拎出嚟解凍就食得噶啦，唔驚嘅。不過你佢唔出啊嘛，因為一過咗個中秋佢就唔出啦。嗯，咁你想食都冇得食，到時就要食翻嗰啲咩麻薯啊，嗰啲就爭好遠啦。雖然都係貓山王，即係無論嗰個貓山王嘅 quality 同埋個數量啊 ，quantity 雙 Q 啊，都係爭好遠嘅。嗯，咁呢啲都係要盡快嚟買同埋訂。OK， 呢個禮拜六翻嚟。